Kitty 自制朱古力机，哇，配合专用嘅 Hello Kitty 模具，可以制作 Hello Kitty 立体朱古力。首先将朱古力块放入朱古力杯内，按比例倒入约摄氏80度嘅热水，然后将朱古力杯放入 Hello Kitty 杯内，拧实之后就可以开始搅融朱古力，变成浆状。将压缩棒放入朱古力杯内，推到最前，然后注入朱古力浆。 就可以画出独一无二嘅图案。画嘅时候记得将朱古力笔垂直，就可以画出更靓嘅线条。首先放好图案卡，再放上牛油纸，先画 Hello Kitty 嘅蝴蝶结同耳仔，再画眼同鼻，之后画 Hello Kitty 嘅面。当画猫须时，记得先画面外嘅须，再画面内嘅须啊。画好之后，将牛油纸放上托盘，放入雪柜冷藏。 凝固之后，拣你中意嘅定型模框，倒入唔同颜色嘅朱古力浆，再放入雪柜约30分钟。凝固之后，用手轻轻推出嚟，哇！自制 Hello Kitty 朱古力，哇咁易就完成啦！仲可以画其他你中意嘅图案同文字添。自制立体 Hello Kitty 朱古力，首先将朱古力浆摄入模里边，放入雪柜冷藏。凝固后扭一扭胶模。 将胶毛翻转喺手掌上，轻轻将朱古力拍出嚟，然后喺背面滴上朱古力浆，最后将公仔前后合埋。哇！立体 Hello Kitty 朱古力就完成啦！自制牛奶朱古力球，按比例加入牛奶，搅成浆状，用匙羹将色亮嘅朱古力放向保鲜纸上，拎起保鲜纸嘅四只角。 将朱古力拖成球状，放入雪柜冷藏，凝固后将朱古力球放上硬文板，压上花纹，最后撒上果仁或者朱古力粉，多款口味嘅朱古力球随你中意。自制夹心朱古力，发挥创意，加入各款软糖或果仁之类，画上图案就可以做出特色嘅夹心朱古力，仲可以做出多款嘅朱古力饼添，最后包装成小礼物。 想同你嘅朋友仔分享，快啲加入自制 Hello Kitty 朱古力 Party 啦！